让我跟老板玩真心话大冒险。大冒险啊，找我200。200？不是，200都够我吃一周饭了。我好好，我转我转。大冒险。把那200还我。无聊。我怎么就无聊了？眼里只有钱。房子。哇，这么多啊！还好吧？好，太好了。那你再说点别的。我快感动死了。这回我就不选大冒险了，真心话吧。那我问你，如果有一个女孩子想撩你怎么办？有个女孩想撩我，长得好看吗？好看呀，特别好看。那身材呢？身材前凸后翘。那皮肤白吗？那家庭条件怎么样？家庭条件特别好。那他性格呢？性格是怎么样呢？